啊，这车才20来斤，还不稀了，是不是铝合金的呀？这个，你看，昨天一个小姑娘是通城的哈，搁网上私信我说这个车子要卖，完了我没有时间，叫我儿昨天去拿回来了。我说那个搁着他25块钱，回来我一问，我儿说给他50，我说咋回事，还给50了？他瞅着也挺好，但是骑着回来的时候，这带完了，带给这个框全脱落了，不能骑，还得修。刚才给我儿子俺俩了解了一下，这个车子全铝合金车架，这个车子因为长时间不骑，上面这个漆爆开了。这个前波好像叫新马诺，还有这个后边也是新马诺的，这个胎还是原厂的。看这个胎，我估计这小姑娘买回去也没骑几回。我研究了一下，这个轮条啊是不锈钢的，这个轮圈它是铝合金材质的，这个车铃还挺响的，你看。可惜了这把锁了，你看还断了，能不能修上啊？这个灯还亮呢，这个应该也是牌子的，上面妈，这座挺新的，我估计是买回来这个座都套上了，也没拿下来过。看成型这个座啊，这个车子还有减震呢，你看。哎呀，坐上骑着不能蹬了哈，第一次见过那么好的车子，我先骑一下感受一下。耶还不错，挺好，还轻快。这个车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铜，但凡有点铜我也给扯了。因为啥嘞，这个俺家人个高骑不了，嫌这个车小，老二人一上学他骑也不放心，要是留给我骑呢，就天也好冷了，我又怕冷，好纠结呀。